我说把俄罗斯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的首选啊，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同为啊最大的邻国，我们又是呢战略协作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，我们啊多年来啊这种关系。 经受了各种风云变幻的考验，历久弥坚。同时，我也邀请了普京总统啊，他今年能够再次到中国去，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个第三次“一带一路”会议。